这里，又有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好了，12个暂时够。为什么要烧鸡眼？因为我要拿鸡眼粉啊！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我要拿鸡眼粉，所以要烧鸡眼。然后研磨机完成了，接下来我要再做一台炉子。这个，所以我要先做这个。要做这个的话，要这个。这个的话，我需要铁跟铁栅栏，铁跟铁栅栏有。这个铁跟铁栅栏给我，然后涂料丢进去烧，感谢不带，这是这样接没错吧？什么？怎样接？传输节点，传输节点要每个都要放吗？传输节点每个都要放，要啊，每个后面都要放一个。对啊，好，除非你有做什么管理器，它才能够接到管理器，然后让它自己去分类。我是不是可以做那个筛子啊？筛子是你那个农场后面那个过滤的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记得输出端是这个嘛，放这里。要需要黑曜石，哦，没错，碳粉，黑曜石、碳粉跟铁锭，对，这样子，来，碳粉、铁锭、黑曜石烧，缸里面，麻烦，不，那、那个肉。叫筛子是不是？筛子什么筛子？就你后面那个。你说输入口吗？对，后面的。要啊，要输入口它才能够。它名字叫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筛率升级。传输节点。哼，我做好了，那个已经有了。哦。啊，要制造一个很像过筛的。哦，你说过筛的哦。哎、欸，看一下，它叫什么？村民超吵，没办法哦。它就叫过滤器，一个网子，一个网子的样子。过滤器，我知道绿色的嘛，啊不，橘色的。过滤器。气。棒线红丝。棒。没有，刚好身上都有。烧个。懂真多，其实没有啦，没有懂很多，只是玩的比繁星多一点而已。多很多点哦，就多一点嘛。就是打开这个白名单是什么意思啊？白名单就是有在那个名单上面的东西，他才会通过；没有的话，他就不会、哦，他就不会拿。黑名单，好哦。哎呀，你也可以用黑名单，就是那些东西不能通过，其他东西都能通过。白名单感觉比较简单哦。诶、欸，对啦，白名单比较简单。碳粉。哒哒。言论注意啊，注意自己讲的话，自己讲的话自己要负责啊。我需要炉子一个，然后炉子，我需要两个炉子。啊，接下来需要什么？还差一个锅釜。锅釜。哦，铁锭呢？放进去。铁锭。啊、锅釜，
有诶，然后是不是要放个什么加速升级的给他？不然嗯，这样对慢，他，不然会拿很慢。好，哇哇哇，有有有，渐入佳境了，变强了，变强了，有有，开始升等了，开始升等了。话说，静音养毛那是什么东西？啊？静音？你说因为很吵吗？因为有些机器会很吵，你可以放那个，它可以把周围的声音变小声。没有诶、欸，诶、欸，音符编辑曲，哎呦，算不错玩哦。这样子啊，没电了，我可不可以做过个老板？没电了，没电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哇，这样子还这么多。嗯嗯嗯。这个，没电了，没电了。开到几点？音乐关我就关了。哎、啊，不要问，去问他哦。去问的话，会增加，会减少关台时间哦。会更快关台哦。对啊。这火星号会出山吗？嗯，暂时没有考虑。感谢福袋。最近大家一直送福袋，感谢感谢。然后，那就可以去挖挖喽。这个需要红石讯号，始终工作。什么成就啊？你这什么东西啊？制作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来激怒你的敌人。好哦，你那什么东西？我去找你。倒数第五个好像可以进一二三四，这个、哦，二三四，还是二？有一个音符啊，有个音符斜线的那个啊，有啊。嗯，我为什么没听到声音？还是因为我关唱片机的关系吗？没有，没听到你的声音啊。没听到啊，唱片机打开的、欸。那、啊、我试试看。不行啊，按右键也没反应啊，压着也没反应，压一下也没反应。啊，干嘛？我的鸡蛋飞出去了。不知道。养猫图案要对动物跟怪物使用。嗯，考虑太阳能吗？嗯，没，因为我想到一个方式，可以让我的。可以让我的煤炭机做无限的运转。先这样。哦、怪物啊。然后这样。怪物啊。然后这里我要。要先点生物。这个、啊。左键右键。哎呦。我录音了，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要找别的。我录一个，我比较好笑的、啊。漏水啦！漏水啦！这里，我不会被炸死啦！我玩到现在从来没被炸死过哎、欸。这里。等一下，漏水啦！这里漏水啦，堵起来。好，然后这里接到这里了吧？没错，接过来，接上来，这样子 ，OK。这样子，他应该就会送东西过来了吧？欸月，嗨，这边有我家那棵树哎、欸，你家那棵树，毒蜘蛛的树，哦，然后这样，哟，这样子之后，它再往上送上去烧掉，
那你怎么没有把它拿上来？哦，有，开始烧了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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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想的一样。读起来。好，现在我就需要一个电容器。电容器。所以我要挖开看下面了吗？还是等你来玩？等一下哦。好。等我一下，我还在做最后一个步骤。我在玩好玩的东西。等我。等音乐来啊。哎呦，走开了。这个电容器放上去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够。接下来是输入输出，底下要输出，它就会把烧好的煤炭往下送。我本来以为我家下面这个是反物质蜘蛛链，结果不，它就是一般的蜘蛛而已。哦，独自而已。那你现在人在哪？要 TP 我吗？我看一下你。离你家有点近。等一下，走个100格、200格，打。我没看到你。要接你好了，你先过你家的农场哦。哎、欸，一直过家农场直走吗？听到机器人的声音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，在这。摩索成就都怪怪的，那是作者的喜欢的东西啊，每个作者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啊。欸、有一些作者就会都以动漫的东西来命名。嗯，哦，你说这一棵树哦？对啊。哦，好吵啊、哦！你那个时候先去录音是吗？对，我刚蛮快录到安德的，就僵尸跑来吵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可以假装周围有那怪物的声音。我拿去吓他们好了。对啊，现在线上只有我。嗯，下面应该就一样吧。一样吧。在我这边啊，下面有个箱子。对啊，就只能要么打爆箱子，要么打爆这个紫怪砖。嗯。哎呀，我的磁铁全部东西都跑我身上来了，太棒了！打喽，好打、啊，神怪砖还是箱子啦，神怪砖留着嘛，那它会掉什么？好多东西哦，哇！哎，它是不是三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哎，有种子，有呱呱种子，铜锭，特技。哦，这个我都本来有给你好核弹的东西，熔博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拿到一个很棒的东西。什么？这个电容器，这是稀有的，应该是。我很多哎、欸，有三个哎、欸。这个应该是稀有电容器，我回去装看看。啊。要的你会用的话，那给你用啊。鹿，嗯，哎、欸，鹿古力帕的声音，我就是在录他的声音。好哦，来，我在你后面，人类。哎呀，哦，哭坐错边了。哭工不要，哭工不要，我被哭工围剿了。死了，好了，不要在那里。嗯，它会直到最后爆炸吗？不会。啊，苦力怕就只有四四声而已啊。好哦，够了啦，拿去下哈基他们就够了。哎、欸，它右下角那字幕也是写。普利帕的爬行那个四四声嘞，好爽哦！
跟哈基出去了，都小心背后。我来试下看哦。这个应该可以这样子无限运转的吧？如果我把这个打成这样子，哎哎哎，东西太多。